大爱剧《在光里的人》10月3号即将上档了，全剧是在嘉义的大埔拍摄的，许多当地的乡亲也加入演出，而且演的就是他们的日常。尽管这部戏呢还没有正式的播出，但是已经在当地造成了轰动。嘉义大埔这座位在阿里山半山腰的宁静偏乡最近热闹起来，婆婆妈妈热烈讨论着一部剧，许多人还参与了演出。做出名的做王爷，啊来个啦，无医生啦，都不无医生啦，啊要安怎嘞？安尼啦，还有我嘛在演啦。啊，其实这是恁家现实的状况嘛。对。演的是自己的日常，呈现的也是真实现况。哦，电直播做不方便的啊。啊，好感觉有一好医生，经验袂歹啦。大林慈院医师叶明宪深入山区，他的故事拍成大爱剧《在光里的人》，真实还原他和偏乡居民的情谊。你今年多大？高中啊，高中。我是讲你来这有几年啊？我二十二档啊。22档哦。我来时我印象嘛20几档哦。意思是，真正对阮这人，那因妈妈讲的。恁遐人比我较简单，我要看囝爱走来到遮，恁唔免伊一礼拜就去恁看一工。啊，因为哦，他非常的辛苦，啊，每一个礼拜啊来一次，啊，重要的他的医术特别高明，所以我们的乡亲特别的。对他特别的那个喜欢。乡亲特别喜欢叶医师，而戏剧又在故事发生地拍摄，也难怪这部剧还没播出，已经在当地造成轰动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欧阳光辉嘉义报道。